这首乐曲来自中国的江南，那里盛产竹子和剪丝，这两种天然物质孕育出了中国民乐的一个分支，叫做江南丝竹乐。大自然是中国民乐的源泉，也是中国民乐的灵魂。抽象的音乐代表了一种人生追求，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也赋予了中国民乐清静淡雅、自然和谐的独特韵律。这种尊重自然、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，正是源于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。我们的古曲像高山流水，早晨二泉映月，或者说是我们的广陵散、平沙落雁、春江花夜月、月儿高等等等等无数的作品，可能说少则几百首，多则几千首，几千首可能都不止，因为光古琴现在遗存下来的就有几千首，但它大量的题材都是这一类的，我们讲是自然的。在西方，音乐注重一种华丽辉煌的音乐表现形式，而中国民乐更强调一种优雅空灵的意境。老子曾经这样强调无的作用，房子能够居住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空间，正是因为它中间的无才发挥了居住的作用，中国民乐的空灵感也就来自这个无。在我们中国的音乐里面，经常有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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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等等，叫做突然间停了，此处无声胜有声。它这个音乐非常空间感很大，很大的包容性在里面，不是说里面的话讲满了全顶足了，它讲究一个更多的这个意境，我们讲空灵，它的意象的，而不是具象的东西。